我们现在的位置是郑州市中牟县大王庄贾鲁河河堤险情处，正在往险情处竖钢管加固河堤，然后顺着钢管下沙袋。目前我部官兵已经到达黄河支流，呼河封了龙庄段接口进行封堵，确保最终任务圆满完成，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绝对安全。